是我，我已经到家了。你送的礼物，我也都好好收起来了。那套典藏剧本大全就放在我床头，方便随时翻阅。看到它，就会想起今天你为我精心筹备的一切。无论是你搭建的布景，还是这些来之不易的礼物，都是值得我珍藏一生的回忆。在这之前，我总认为生日没什么特别庆祝的必要。所谓生日惊喜，也主要是为了让老人或小孩子开心而已。但现在，我感受到了其中的意义。所以我也想在那些重要的时刻里，为你准备惊喜。记下最喜欢的电影，最喜欢的蛋糕和咖啡口味，就像你为我做的这些一样。我也会努力去了解你的喜好，你的愿望，你的方方面面。我想了解更多的你，更希望能与你共度未来的每个日常点滴。那就说好了。不早了，忙了这么久，你也快休息吧。晚安，好梦。Thank you.